阿嬤阿嬤，我很快就回来看你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姐医生帮你解了骨折，我就很快飞机在台湾里面去照顾你了。你要照顾阿嬤？对啊。你要怎么照顾阿嬤？爸爸照顾妈妈，他可以到阿嬤快点长大呢。还要快点长大？对啊，要是我可以弄剪刀剪一剪，把阿嬤剪头发剪好了。要跟阿嬤说，阿嬤你要勇敢哦。跟阿嬤讲，看这边。阿嬤你要勇敢了。然后呢？明天可能我会去查吗？照顾别人。照顾别人？照顾谁？照顾阿嬤。都是阿嬤。讲这个。你跌倒那是小 case， 好不好？朱小妞。就一起叫阿嬤。阿嬤。